我一定要得到的，包括生日，就我们两个。我要他，你疯了？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替他挡住爸的反对。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是你哥哎！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想要你当我哥。你总是一个人寂寞吗？真想好好找一个人分享，能够陪着我一起向我爸成长起，或许有一天又将。